今天你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做 iDrive， 它是iPhone 的一个防水的一个保护壳。平常呢我们不需要随时装一个这么厚重的，或者说是用一个夹链袋来做防水。但是呢我们在有时候想要去沙滩玩，或者说想要去泡澡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可以跟着你一起进去那种潮湿或者是多沙的一个环境。那要怎么样使用它呢？就打开来，转开来，就可以打开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 iPhone 放进去或者是拿出来。那因为它后面全部都是一个高硬度的这个塑胶，所以说呢我们装进去之后啊，就可以很放心的来使用，甚至它的前面是薄膜的，软的，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拉动，甚至呢在水里面或者说是在多湿的环境，可以开启相机的功能，因为后面有没有？后面这边是透明的，所以说它还可以继续拍照，完全不会影响，而且还可以收音哦。这个是 iPhone 4、iPhone 4S 的版本，那还有3G、3GS 的版本。它的这个差别在就是它后面就是弧度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还有两边的这个孔，看你是要这样子放，还是我们把它打开来反过来放，就是随你的这个安全按钮给它关起来，这样就转不开来了，就变成在这边了，一样可以拍照。然后它有这个紧这个绳子，你可以绑在你的脖子上面，在沙滩玩水或者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安全很多。那其实拍影片的目的呢，不在于教大家怎么用这个，而是让大家秀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声音的表现，还是可以把声音给放出来放给大家听。就打开来的时候的声音，我换一首歌好了。好，看泡澡有音乐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然后电话来的时候呢，也还听得到声音，然后用扩音模式来跟他对谈，也可以哦。有没有？这个就是iDrive，方便哦。